这个球捞起来打得相当的结实，在左外野方向，这个球打得相当的深远，结果出去了。杨代军这时候开炮，两分打点全垒打，杨代军炸裂，没什么表现哈、哦。在这个杨代军全垒打之后呢，啊，苏志杰啊、哦、补上这一支安打上垒，这对中华队来讲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。哇，这支全垒打算是蛮深远的，扎扎实实。没错。